是我独自一人。买不起，两千来块。他买了这两个月的就瘫痪了呀，我们县城的吧，他出来他说没病没事，他不是来，他说来我就到外面啥吧，就到福州，他说就是那个积食炎，他约到上海去吧，到上海去他就有着那个积食炎。修个手吗？修手吗？不算。有啊，怎么没有压力啊？压力很大的呀。我儿媳妇在外面打的零工，没有多少钱啊。反正我家里没有多少钱嘛，我家里只有几万块钱嘛，就是这朋友跟他借的钱。把那个轮椅拿回家，我说宝宝你现在坐那个椅子好不好，哎奶奶坐那个椅子怎么推呢，我说我教你一下好不好，刚刚小的时候他就不会弄对吗，他说教弄了一上午他就会弄，他就知道那个手吧去推。那个腰那个下面来一下子不能动是吧，上面很好，上面很小孩子很灵快的，他自己配了轮椅自己拿，吃完了他自己把那个饭碗拿到灶台里去，他那什么才会做，危险的地方他不去。
就我也是比较喜欢这种自由自在的。带我们家小狗的原因就是我不想把它关到家里，我每天出门不管去哪上班呀都是带着它，包括这次漂流我也不想把它扔家里，我就想着把它一起带着一起出去吧。每天晚上的时候就是把第二天早上的饭也做好，就是做一次饭吃两顿。这个饭一般情况都是后援来做的，中午一般就是带一些方便食品嘛。每天晚上都会上岸，吃饭的时候一般都是上岸吃的。我当时想的是如果这一段我不去漂的话，接下来去挑战上游，上游会有更多的这种激流和险滩，这一段不漂，那上游再遇到危险的这种水域都这样撂开的话，我觉得这样漂流就没什么意思。当时下去之后我谈了一句话，我当时就是在脑子里面在想的就是这种这么大的激流区我都敢下去，将来还有什么事儿能难倒我。我当时就抱这种想法，当时喊了一句还有啥，这算啥。到水之后紧接着就是被这个漩涡给把人给吸下去了，船和身体是有一根保险绳连接的，我拉着那个绳子使劲拉着那个绳子都爬出了那个浮出了水面。我当时是想着第一时间要上来，因为紧接着就要被水冲到那个下面，如果再从那上不了船的话可能会再发生危险。因为网友大部分是对这个东西是不太了解的，就像我们最一开始没有漂的时候看到那种小一点的这种浪都感觉特别危险，更不用说我经历的这些大浪去了。但是实际慢慢的经历过来之后，我觉得一切基本上都是在自己掌握之中吧，自己有把握的才去干。还有是一直特别想去挑战这个横渡太平洋呀这种的，但是经济实力不容许啊。我觉得以后我可能还会去挑战一些中国的其他的一些大江大河，我觉得我首先实现了一个自己的梦想吧。只要你敢去做，有自己有了梦想敢去做就有可能会实现。千来块一个东西你买不出你就滚出去，不要在那儿摸。这个是让我痛快的女锤吗？
不赔吧，所以说不让你那你态度能不能好一点，态度就不好先滚出去，听懂吗？行，听懂吗？拍滚出去，走。你在这看了店，顾客进去看一眼不行？看一眼我刚没让他、碰到自己喜欢的了，买下来了，对了吧？哎，没看上的、啊、没看上的就试了一下，没看上就不喜欢，出来了不对了啊！哎，你刚说啥叫买不起就滚出去？我跟你说了，那个音响是限量的，不可以看。你说了你要买，行，我让你交定金。你不交，那就不要碰，那个是限量的，你也不会赔，坏了你也不会赔，对吧？所以说那就滚出去，以前那个贵的。他就给我放到了这里，就可以说扔到这里，我肯定不会，我心疼，我当下就很心疼，但是我说的是，我说你给我出去，我这块不欢迎你，记住我这个时候说我出去。他从进来就拿手机有摄像，能不能把所有的全放了？